台南新市白莲木节今年预计要伫6月11号办理活动，但是拄着疫情有增加现象，新市公所为着要遵守防疫规定，避免产生群聚效应，决定今年暂停举办，将会比较旧年行销模式，用影片伫咧电视、网络、报纸对外来做宣传推销，协助农民透过网络来贩售。台南新市白莲木节去年因为疫情关系，公所是从已经办理17届白莲木节产业文化活动，首次停办，改以新歌展现甲宣导影片做营销。不过今年预计要伫6月11号来恢复办理活动，但是佫拄着疫情有严重增加现象。公所为了要遵守防疫规定，以免产生有群聚效应，是决定今年暂停举办。因为疫情的关系啦，吼，啊我们。就是在6月8号以前都不能有任何的比较重大的活动，所以我们预计哈，我们白莲雾改在6月11号开记者会啊。那个白莲雾季的活动，我们可能会比较延期，延看疫情的后续状况再来办理。不过公所为了推广新市白莲雾，将会比较旧年行销模式，用影片伫电视、网络、报纸对外来做推广宣传，协助农民透过网络来贩售。如果这波疫情会当控制，无继续扩大落去，公所将会考虑是毋是来延后来办理。记者肖建伟新市区采访报道。